座城有无双的青春。我们今天带大家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，主播也会继续努力的。我们今天就先下播啦，拜拜。今天真的有这么多箱吗？今天任务相当严峻。首先是这片区域啊，还有这片区域，会有很多为什么。大的收获是什么？也是、嗯、好了，谢谢。也会有很多怎么办。向前，青春。